是哪里？哈喽大家好，我是 Into One 张家园，这次我来做这个走心特技的主持人，大家先给大家们打个招呼吧，从刘宇开始。哈喽大家好，我是 Into One 刘宇。哇哦，哇，这个是你看吗？电子声音。哈喽大家好，我是 Into One 张。不至于，兄弟。嘿嘿嘿。大家好，我是 Into One 立文。大家好，我是 Into One 米哥。大家好，我是 Into One 高清晨。哈喽大家好，我是 Into One 林墨。哈喽大家好，我是 Into One 博元。要播音了是吗？是的，要上班了。哈喽大家好，我是 Into One Patrick 尹浩宇。哈喽大家好，我是 Into One 周柯宇。接下来请调小音量。大家好，我是 Into One 刘璋。刘璋在干嘛？没有，我只是觉得大家真的太严肃了。好的，今天有什么有趣呢？我要说一下啊，这期播出之前的一天，大家是什么知道是什么日子吗？不知道，不知道。对，是。然后呢？虽然说我们没有什么可过的啊，我们呢也决定借着这个缘分，今天就不比赛了，让大家说一说自己心里话。你念台词就算了，你居然念得那么像在念台词。好了，各位看看我手上这个麦啊，它是可以变声的。喂。然后一会儿呢，那个我们轮流坐在那个中间那沟流区沟后区，别的成员如果说想对这位说什么玩意儿，你就举手示意，然后我把这个变声麦克给你，然后你就跟他说你想说的话。哎，你用东北口音说好自然。那我就稍微顺点读了哈。哎，我们成团都有一段时间了哈，大家工作都是在一起，但是呢，确实有一些话因为太久，因为我觉得我们都是兄弟，这些话嘛，当面说是没办法说出口的，所以今天我们就是做了这个不说话的那种，就是说不出口的那种特辑。所以说希望大家借着这个节目吧，把自己想说的都说出来。你要是你不敞开心扉，我就给你打开。我先蒙眼是吧？好了，游戏开始。好，谁想第一个说？您不要报名字。好，可以。那边好，那边的那边的，这边这边。好假，一看就博远这边，不会是博远吧？啊？听你亲人呢？啊？我是觉得吧，从头到现在。其实感觉你有时候压力挺大的，其实之后如果有什么烦恼，你可以跟兄弟们一个聊也可以，不要把什么事都藏在心里，这样对健康不好。好，先说到这儿，加油。谢谢。好，这边。喂。你怎么这样跟你坐在一起？当走心，别走笑，这是走心吗？为什么要改变我的声音，怎么这样？想说的是，就是平时因为我会缺少一些东西嘛，在拍摄之前，用了这么久吧，有好几个月了，有没有给你钱？你有没有找我要？是不是觉得你很慷慨？谢谢。OK。感谢你照顾我，有口音了，因为我们一起栽太多了，然后我们一起闯，好吗？感谢你，爱你哦。别哭了，不眼泪啊，那是他的汗。我想说，就是首先这个环节非常好，我觉得你必须要和对方对视，你只需要用耳朵去听他说的话，他能够让你。能够特别真诚地听到对方就是的声音。博远他其实就是一直会担心我的这个压力方面的问题，我觉得他是一个给我带来很多特别暖心的。林墨说的也很实在，就是我觉得他平常就虽然说很调皮，但是他对待我们也是很真诚的一种态度，因为他很真实，你知道吗？一个人在最信任你的时候才会把最真实的状态展现给你。最后一个就是咱们的小九，我觉得首先身体健康最重要。你在这个行业其实每天也有一些压力嘛，所以就是能够让自己吃开心的时候还是要适当让自己开心开心。好，其他的就谢谢大家。下一个范娜。好，金州。我今天就坐下来跟你聊聊天。我们从创造营认识，然后很多时候你像哥哥一样一直很照顾。现在我们在一个团体，然后你为大家付出很多，很谢谢你在是一位这么优秀的老师的同时还是我的好兄弟。哇，金
动定动，马上过。没有人来吗？没有人来，我来啦。你要死不明白？那个脸很好笑。哇哇哇！非常害羞，因为每天我们一起练习，一起回家，一起去家，一起一样的生活，所以真的对我来说，家里的存在，谢谢谢谢，爱你、嗯、啊！好了，谁呢？你好，你好，回家我们一起，嗯。努力，嗯，这是个不一样的开始。然后，最近我们有很多工作，这是不一样的地方。在这边的时候，在日本的时候，啊，在日本的时候，当然我们有压力，嗯，但是头发有我们是不是一个人？嗯，我们是一直是一个人。啊 ，OK。一起来吧，一起来，两个人。很多，你所有你现在已经有的东西，我觉得你都值得拥有。所以 ，be confident, I trust you。丫丫 ，OK， 谢谢李婉。好。我就想说，嗯，我爱你们。哇。我们也爱你哦。Thank you。爱你。感动感动，好 ，OK， 哦，盖住盖住，OK， 好，来，我会把你照顾好的。Oh my god！ Oh my god！ 这个你好帅啊！这个你好帅啊！好帅啊！我想说，从创的时候，我们没有那么。亲近，但是现在我们在一个家，我就想说我非常感谢你，因为即使我很累，我知道在二楼还有我哥哥米卡在，然后如果三点我不好，我可以一直去找你，所以谢谢你是很好哥哥，爱你。啊，谢谢。现在我一点点难过，为什么？因为我谢谢，我想说谢谢你们。No. You need a hug, man. 对。我不用说那么多哦。你知道吗？我知道了。我们在我知道。其实，你来到我身边之后，你和我一起健康生活的吗？但是我觉得你现在笑得没有以前多了，但是我们大家更喜欢你笑得多一点，因为我们觉得笑起来的小丑是最可爱最值得别人喜欢的。就说到这了，因为我平常是一个人对吗？喂，这个人我想感谢你，从最开始我们在一起到现在，我想说，你是一个非常很强的 fighter， 对我来说，就是你很 strong， 所以希望我们可以一起 strong 很久，好吧？因为你是小九，爱你九九，谢谢。OK， 小九来，真的是 into one， 所以可以让我每天都更开心一点。可以让我有更多力量一点，然后呢，如果我真的没有他们谁谁谁我们身边的话，我真的不能做到今天。然后我希望我们每天以后会真的还一起闯。走 ，OK， 林墨走。林墨，把你的小眼罩戴起来。这是咱俩就是。认识这么长时间，就完全没有一次咱俩就是真心交流，你发现没？每次都是啊，就是一点点什么什么什么的。我从来也没跟你提过什么认真的事情。但是其实，我说实话，你是我，就是这么长时间以来最相信的一个人吧。所以说，
之后我也请你相信我，然后咱们彼此也互相相信，好吧？这个 MC 的普通话有点提升啊。怎么说呢？我这个人确实是，就是心比较，怎么说呢？心比较硬。嗯，就是蛮难从我这儿就是挤出一点水的。但是不代表我就是一个冷漠的人，就是相当于我是一个笔记本吧。可以在我这儿写的东西，然后呢，当你遗忘的时候呢，其实我可以提醒你，就是这样。很感谢，谢谢。但是我真是不知道刚才那个是谁呀？谁呀？疑惑。所以我就把他当成每个人吧。哇，好会，好会。到我了。在春飞的时候，我们每天很多电视很冷的时候会讲累，对吧？对，没有睡觉，然后那个时候你是冰豆子，一个干的冰豆子，然后那个没有休息的时间，很多压力，但是那个时候你一直。你非常关注我们，然后，对，所以非常感谢，我爱你。呀，谢谢。好，谢谢你来给我分享你对我的 love。就跟林默说的一样，就是我当时所有人的话吧，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让大家变得更好，然后也让自己变得更好。嗯，这是成为Into One 一员应该要做的事情。谢谢远哥。好，谢谢远哥。好了，接下来有请那个张大元坐到那个那个游戏席哈。谁呢？在我看来，平常是一个很逞强的人，但是呢，你在团里面其实也是弟弟，还是需要关怀和呵护的。有任何需要帮助的时候，你可以尽管向所有哥哥们开口，大家一定会不留余力的帮你。好，就说这么多。怎么说？肯定猜不出来是谁。肯定猜不出来，不猜。嗯，其实转念一想吧，有的时候处事有的事情不应该自己去扛，因为我又不是一个人，我现在是11个人，然后也有这么多就是陪我共同战斗的伙伴们，一想到就是有10个人陪着你一起享受这份孤独，你就孤独不起来了。真的是。感觉真的一点不孤独了，真的。我来说两句，别那么直接当面讲，你就当面说吧。就是长大不是一件很着急的事儿，也可以慢慢来。OK， 林默，好了吧？谁啊？是林默吗？我，完了一会儿筛出来了。嘿，我想说，哎呀，我知道了。因为我们。可以。你有我们10个人在你身边，你不用给自己那么太大压力，因为我们不是团吗？随时可以来找我们。你要不把眼罩摘下来？戴个眼罩，这样子可以让说。是吗？我也可以吗？摘了吧，摘了吧，快摘吧，摘吧。但是如果摘的话，我看不看了，害羞。你说呢？戴上吧，小姐。我觉得你不什么都不用担心的，你能做到，有点奇怪的。然后呢？我就是因为有每个人都喜欢你，都爱你的。刚刚说这些的是谁呢？是谁啊？我真的。哎，猜不到了，是谁呀？我非常感谢他，因为我，其实觉得他是一个我哥哥。我其实觉得我们都就是不一样，但是如果谁就是不开心的话，有别的想法的话，我们都一直在听。也非常感谢哥哥们一直在可以给我一个 hug， 可以抱他们，就是所以非常感谢哥哥们。对，然后对，谢谢。OK。哇哦哦哦哦哦！人气。你是我们的弟弟，我们有好多回忆，我们每天非常努力。哦，是不是在说着我第一？谢谢。我爱你，永远在一起，不会再分离。
哈哈哈！别猜，你都喊出来了，他摘不摘有什么区别？我好帅，我好帅！好冷。OK，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刚刚那个很厉害啊，他们是最贴近七夕氛围的一段告白。做了功课吗？他们俩？很幸运能有他们在身边，然后现在这个团，你们看到的这十个人是目前我生活中所有的一切，每天睁眼闭眼都是他们。然后我们也从成团到现在，一开始也有不熟的，也有需要互相了解互相磨合的，但是经历到现在，我发现大家都越来越熟悉彼此，很开心能有他们陪着我。集万千宠爱于一身，周柯宇，我也爱你们。飞起来！喂，刘璋，大家好，我是Into One刘璋。Yo， What's up, bro？ 如果要表演节目的话，其实有舞台可以上。反正跟你说，就是你希望你能够一直保持你对创作的热情，然后你真的你的歌写的特别棒，然后很感谢你为大家整个团付出的所有，每一次混音录音我能够在你身上看到真的想为这个团体好的一面，你是一段很宝贵的财富，谢谢你，很感动。又摘了吗？怎么说呢？啊，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然后我希望我们团可以越来越好，越来越好。我觉得这一次真的是给我们很多机会去把自己的心声去透露出来。甚至我觉得今天一旦这个就是像那个门吧，一旦被打开一次，咱们就可以反复去把它打开。就是我觉得之后咱们说话就是也可以就是玩笑少一点，真心话多一点，就是这样，就是这个团还会就是更加强大一点。好，今天我们的真心话也不算真心话吧，就算是一个讲话的一个环节，就到此为止了，这一期也到此为止了，感谢大家关注我们Into One，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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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们可以一直陪着我，然后你知道在这一段时间Into One对于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团体，然后我希望你们可以喜欢 Into One 的每一个人，我觉得你们是这个世界上非常懂我的一群人，你们也懂我想要什么，也懂我想要到达什么样的目标，所以说接下来的路就和我一起继续走下去吧。我也会一直陪着你们。大家好，我是 Into One 战斗飞来中国，我已经到九个月，然后每天现在我有朋友们和像家人的存在和你们，所以我非常开心。然后日本是我的第一的家乡，中国是我的第二的家乡，所以现在非常开心还有幸福，谢谢大家支持我，爱你啊。大家好，我是Into One李文，谢谢每次看到我们的视频还有 MV， 如果你们没有我们不可以一起工作，所以我先说谢谢。你们每次支持我们，所以我想说感谢你们，然后我想说我爱你们。你好，好，今天我就来了，小巨来了。首先，我想说，我真的非常感谢大家哦，支持我们，支持 Into One。然后，所以我真的想让大家知道，就是如果没有你们，真的没有 Into One。所以我真的希望大家会一直，然后就是继续支持我们。所以我给你们的奖励，抱抱吧。噔噔，好，如果我们有机会的话再见好吗？爱你们，希望你们在今天这一天能够收获到你们前所未有的惊喜，然后也希望你们的未来的日子能够一切顺利，然后也希望所有的 insider 们能够多多支持我们 Into One， 谢谢。
Hello， 大家好，我是 Into One 博远。这段话是特别送给你们，一直支持着 Into One 的 Insider 们，还有一直关注着我们从创造营到现在的你们。其实我觉得七夕这个节日吧，它只是一个象征，其实更需要的是有一个亲密的同伴也好，或者是伙伴朋友也好，给你能在生活中带来点力量。如果我们 Into One 能做到这样的话，我觉得就很好了。拜拜。Hello 啊，那个今天有一点小感动吧。就是藏了那么久被人发现了，还是有那么一点伤心的吧。其实从小到大我一直都不是一个孤独的人，但是呢就离开了家乡，离开了大，就离开了就是父母，难免成年人都会有一点孤独吧。但是我还挺享受这份孤独的，虽然说现在已经不孤独了，至少有兄弟们陪着我，还有爱我的人们，就希望你们能记住我。Hello， 大家好，我是 Into One Patrick 尹浩宇。然后今天我想跟你们说，我非常想感谢你们，你们一直在我们旁边，也想告诉你们，就是如果你们不开心的话，你们一直要有我们 Into One 在你们旁边。然后我们到现在在准备了很多好玩的事情，对，希望你们可以充满期待我们的专辑，我们的音乐，我们的作品。希望你们可以每天好好吃饭，每天开心，然后如果不开心的话就看 Into One 你们又开心，好吧。好，拜拜，晚安。嗨，大家好，我是周柯宇，希望你们可以收获浪漫，好好生活，有在上学的好好读书，有工作的好好上班，有生活的好好生活，希望你们能开心过好每一天，然后健康快乐，啊，多为自己操操心，然后很感谢你们喜欢我，很荣幸，能被你们喜欢，谢谢你们陪我长大，谢谢，拜拜。我今天学到了一个新东西，真的就是很多时候人和人之间互相不太理解，但你可以尝试着去理解对方，你就会发现自己的一些生气的点也好啊，各种各样子的，就是一些没来头的一些让自己难过的事情也好啊，其实都不应该是那样子的，也没有那么重要啊。然后我觉得就是我想对你们说的话就是我不会希望你们怎么样，我会告诉你们，我希望我自己能变得更加的成熟，更加的稳重，更加的温柔，更加对世界充满善意。如果真的就是说这些话其实都是一个说了无数遍的大空话，但当你真的去做到就是刚所综上所述的所有时候，其实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去沟通，尝试跟所有就是你觉得就是你没有想象过可以沟通的人去沟通一下。但当然如果你失败以后你也不要怪我啊，有些人你可能就是沟通不来，但是就是学会去跟一些你没有尝试沟通，然后你觉得也许有机会沟通一下的人，就是放下自己的身段，就是你也别觉得自己很牛，好好跟所有就是你觉得值得沟通的人稍微沟通一下，你会发现这个世界上少了很多很多的对手，少了很多很多就是你以为不好的人。谢谢你们。